在中国山水画是一个活的传统，在我们中国的美术学院、画院，还有一些大型的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中，山水画家是比较重要的力量。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山水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这个学院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好的保留了传统文人山水画的教学传统。 等一下，我们会请中国美术学院的山水画家林海中教授来做一个非常直观的演示，看一看我们的山水画家是如何来进行创作的。其实中国人对于这个山水画，甚至对于中国绘画，它有个很大的一个系统。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六朝的时候，谢赫就提出中国画有六法。 那么六法是什么呢？六法就是中国人对绘画的这个领域的认知。他说这个六法啊，作为一个画家，他要去了解、要学习的六个方面，因为人生有限，你也不可能穷尽，所以六法里面能够得一样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六法是什么呢？第一条是气韵，第二条是笔墨，还有就是讲形象，还有位置啊，色彩。 和模型，一般的绘画都是从造型入手的，但是中国人不是，他是从笔墨入手的。笔墨变成了中国绘画的特色，也就是和其他的门类所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有很深刻的道理的。画一幅山水画呢，首先是要。 定好位置啊，先是有一个立意，也就是画之前呢，你要酝酿，把一幅作品的这个画什么，比如我们现在画一个西湖边的一幅景，那西湖边比较出名的就是柳树和这桃花，啊，荡漾的湖光山色。那么画这个呢，近景呢，我们先画一块石头，这石头呢用这个斧劈，这个是皴法，这笔下去呢，它像刀刮一样。那么这种画法呢是。 南宋人比较喜欢的，那么到后来呢，吴门画派的唐伯虎，啊，也喜欢画这种斧劈、削斧劈。那么这个边角一画呢，整个的这个画面的那种意境就会出来。啊，我们画一棵老柳，啊，老柳从这个结疤开始。山水画里面树和石头的皴法。 勾有皴，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往往呢，我现在呢都是把勾和皴呢一起，又是皴又是勾啊，又是叉。那这样子一气把它画成。所以画的时候，这个笔要连绵，这一个老树干就慢慢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老树干上面时有这种芽发出来。 柳树是比较难画的，啊，我们画书里面叫画树难画柳，柳树是被称为比较难画的一种树，因为它的姿态特别丰富，特别柳枝的这个圆转这种弧度，下笔有时要迅疾，就它的速度也很重要，但是迅疾过程用笔又不能够飘掉，要有力量。 那这样的话，柳树的姿态就慢慢就会出来的。柳条啊，是在风中微风上面那种摇曳的那种感觉。叶子呢，它像汉字里面这个人字一样，它把这个柳叶啊包着这个枝条，这样垂下来。 中国画里面要有虚实，所以用笔下去，浓淡枯湿和这种虚实的这个感觉啊，能够把这个所表达的这个柳树啊，把它的那种变化啊，还有它那种长势啊，根据笔法的这个用笔的快慢、轻重缓急，把这个。
它那种深意啊画出来，慢慢慢慢垂下来到水边的时候，微风啊让它荡起来，都是皱纹，但它还是充满了生气，同时呢又很妖娆，又很婀娜。那么这种词汇啊和这种姿态，那么在这个画里面，我们要用不同的这种笔法来对应它，啊，就画这个树干的时候就画得很沉着，啊，很老辣，而画到这个枝的时候呢，又是很有生机的发出来它的姿态啊，在西湖边，啊，这样就是基本上一棵老柳就差不多了。那么远处有这个堤岸，也许是苏堤，远处看这个树一丛一丛的，堤岸边上的。那么笔墨的枯湿浓淡，它一支笔里面啊，它很丰富的。那么根据这种枯湿的变化，来塑造树的影子。比如说西湖边的这个游船，啊，它有些柳树还跑到水里头去了，这个水流过来啊，它这里还荡起涟漪。鱼在游的时候有这个浪啊，但画这个水的时候又要穿过这个柳枝在这个后面，所以它浓淡关系就出来。中国画特别讲究用笔，那么它的这种远近的推远，它不是靠这个明暗，它是靠线条的本身的那种质感来表现这个远近的关系的。讲在这个上面画，哎，它是有前后关系的，它是靠线条的变化，自身的变化呈现出来。那么这样墨稿就差不多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画取一个名字，这个题目就叫西湖泛舟。山水也可以用现代的方式进行表达。我们学校有一位艺术家也在关注山水，但是呢，他是一位现代艺术家，是用现代媒体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他曾经在法国的施特拉斯堡做过一个山水画的展览，我们不妨去参观一下他的工作室，看一看他的工作状态和他的作品。
基本上我现在呢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做当代艺术的，然后呢做影像艺术的，做跨媒体艺术这么一个艺术家一个人。但实际上就是我从根性上讲到他还是个中国人嘛，尤其是现在我们从事艺术行业的这个途径基本上就是小时候对画画感兴趣，然后呢开始学画，然后考美院，美院毕业以后再开始做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老师，慢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轨迹。跟西方有所不同的就是像我这样当年的一个艺术少年，我首先感兴趣的一定是传统的书画，而不是素描或者油画之类的。我们七零后这代人当年其实是接触不到油画跟素描这种东西的，但是每一个乡里每一个街道都有那么一两个地方上的书画的一个小名家，通过跟他们的这种师徒相授这么进入的。小时候也学过书法跟山水画，后来呢因为咱们这个升学体系嘛，开始学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这些东西，慢慢考美院，考上美院读了雕塑系，毕业以后呢又受了当时的我们读书时候的那种时代氛围跟文化上的一个情境的影响，然后就开始接触西方传过来的一些实验艺术啊，当时叫前卫艺术、先锋艺术、当代艺术、年轻人的对新的媒介、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方式的一种好奇，再加上年轻人那种喜欢特立独行的、标新立异的、不喜欢其他同学一样的这么一个心态，我呢就更多的愿意就用当代艺术的一个媒介来思考、来创作。我雕塑出身嘛，先是从装置入手的，然后开始慢慢的，我觉得雕塑也罢、装置也罢，它的那个叙事容量都是不够大的，然后就越来越觉得影像的吸引力越大，后来逐渐作为一个影像艺术家。说我为什么又对山水感兴趣，其实就是回到了我的一个根性上面，我毕竟是个中国人，是一个从小就浸泡在咱们中国书画跟山水精神的长大的人。那么这么多年，可能我在从事雕塑、从事装置、从事影像这些艺术形式的创作，但是呢山水或者是中国绘画、中国书画一直是作为一个像影子一样的、像个参照物一样的，它一直是潜在的那个线一直在那儿的。然后随着年龄渐长嘛，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文化根性上的一种东西又开始浮现出来了。这种浮现首先是基于一系列的不满跟认知，第一个不满就是什么呢，就当代的艺术圈里面进入了这么多年以后，一个体会就是这个圈子呢非常像是我们娱乐行业的那种逻辑，他追求的是永远是新人新面孔，而一个艺术家往往是在他的人生最巅峰时期，是他还青春年少的时期，还在继续在进步或者在勇于变革自己的，是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然后这些人呢也渐渐的会淡出那些策展人或者是批评家的视野，那些策展人批评家如饥似渴的永远是希望找新人新鲜面孔年轻人。那么这点非常像是影视行业或者是台啊之类的这种娱乐业里面的时尚圈里面永远喜欢找小鲜肉，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时候呢，在跟我的这个艺术事业里面跟我并行的中国传统的那一块东西就浮现出来了，比如说这个人书俱老的这么一个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观跟艺术观里面，它强调的不是青春的那种冲劲，从发源于西方的当代艺术跟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书画艺术，其中一个很大的价值观上的分野，我戏称为一个是青春期艺术，一个是成年人艺术。中国的山水艺术里面有一种隐逸精神，现在发源于西方、发源于日本的这种宅文化，讲这个宅，它这个宅是带有一定的负面倾向的，带有一定苦涩意味的。但是呢，以中国的这种隐逸精神，从隐逸于山林到隐逸于笔墨，以这么一种隐逸精神所带来的这种宅，但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是精神上非常充盈的、非常快乐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些东西其实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精神享受，我认为西方人是欠缺的这方面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贡献给世界，那么对未来的建筑，从整个世界的一个走向到具体每个人的幸福感的产生，我认为都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就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越来越关注对山水的精神的一种挖掘。但是我的挖掘又绝不是我拿起笔墨来自己在画山水画，不是这样的，而是去通过当代的媒介把传统的
中国人的中国知识分子跟山林、跟自然、跟山川，这里面也隐含着跟其他人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在当代激活。我始终保持媒介上的那种距离感，不会去自己去画这个山水画，还是要用我的镜头，用我的影像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媒介来探讨山水的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用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山水精神，或者是中国传统的这种自然观也罢，山水观也罢，人生观也罢，世界观也罢，把它里面优秀的那一部分用当代的媒介转换到当代的语境里面来，而不是像一个古董一样的一张传统的山水画被人家当做一个古董一样的东西，而是在当代的这个语境里面能把传统的这种山水精神继承过来，甚至发扬下去，然后甚至进入到我们对未来的讨论之中。